如何折开屏孔雀？我们已经教过一款孔雀的折法了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开屏的孔雀，快来一起折折看吧。你将需要一张正方形纸，第一步，将正方形左右角对折。打开，再将左右两边对齐中线对折。第二步，将中间两个角向下翻折，两边对齐边线。再将下面的角向上折，对齐顶角。三步，将三角形的顶角向下翻折，对齐底边。第四步，将右边部分从后面向左折，下面的三角部分顺势压平，形成一个更小的三角形。第五步，将右角向左折，对齐中线。打开，接着撑开右角，沿着折痕将其向上翻折，然后将上面的角向下翻折。第六步，将左边部分像折扇子一样进行一次折叠。后面也同样处理。第七步，将孔雀打开，将上面的角向后翻折一些。这样，一只开屏的孔雀就完成了。你知道吗？孔雀被视为百鸟之王，是最美丽的观赏品，是吉祥、善良、美丽、华贵的象征。